记住搭巴士有安全方程式，等我话你知啦。上车俾钱要准备好，咪望手机唔睇路，行动不便或者拎住大袋细袋，避免去上层，自省系你。礼让巴士俾心心，记住要紧握扶手，有安全带就要紧扣。巴士安全方程式，留心礼让守规则，一路安全靠晒你。